第二首曲子叫做 Overture to a New Medium， 这是千禧年序曲，是由著名美国作曲家哈克比为了庆祝2000年的新年而创作的管乐作品。好，那他刚开始的时候是由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，然后由单簧管、低音管和短笛在乐曲的高潮处呢，然后交织的演奏，展现乐曲的力量与气势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由彭老师带来这首曲子，送给大家，给予未来的希望与祝福。Thank you.
够了，然后够了。